你吃个鸡蛋也跟我较劲啊？你是真心帮我们车间啊，还是要栽我呀？我当时还真顾不过来想你怎么着。那上白桶以二乘要炸了，按你的话说，你们车间那就嗝屁着凉了。那以后呢？你要救了我一命。绿蜥要把节门顶开全露出来，那遭殃的就不光是咱厂了。说实话，老皮。 当时我是真担心你的技术，我不放心你，我怕你耽误事儿。那综合反应釜要再炸了，那后果……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是工人，不是流氓。懂不懂规矩？ 病房不准抽烟。行，我听你一回。哎，我说，你就真不怕死？死谁都怕，但是事儿赶到那儿了，就得有人冲进去。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留着手指头吗？就是留着今天用的。宇哥，以后咱俩是哥们儿。 干嘛？以后，咱俩冲进去的时候就是兄弟了。来，面汤带酒。干！英雄回来了！快点，英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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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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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奖金啊？这是厂里边的重大事故，又不是什么好事儿。瞧你那点出息，老兄弟啊，就知道钱你。小星，马小星，哎，马小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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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赶紧给我们的英雄写篇表扬稿，送到广播站，好好的呱唧呱唧他。哎，怎么样？这几天在仓库那边待的还习惯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啊，我们那边的人还在夸你呢。哎呦，呦呦呦，真是人走茶凉哈！这才几天呢，就你们那儿的人啦，不再是我们四车间的人啦。胖词儿，又挑刺儿。人家小新现在跟咱们可不一样。啊，我就是过来看看的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哎，小星。侯站长，您口头表扬完了就完了，奖金我不要，也别给我记功。您要偏这么做的话，那我就拿这些换我师傅回车间继续当主任。小段，我们这一个星期一直在做事故的善后工作。对于如何奖励你呢？今天上午我们厂务会专门开会研究了，决定给你奖励100块钱。是。100块钱不算多呀。我不是嫌少，您看二车间炸了那么惨，我还要钱，那让别人说我是发国难财呢。这钱我奉献了。哎，宇刚，你看这毕竟是厂里边的决定啊，坐着说。你要是也觉得我做的对，就跟我一块劝师傅回来。哼，小段儿。咱可不能把好事变成坏事啊！没错，你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但是这不等于你可以向厂里提出无理的要求。这个国有国法，厂有厂规。我今天我们表扬你，就是执行厂规。同样，你师傅的工作调动也是执行厂里的制度，你明白吗？对呀，啊，侯厂长。
反正我要表达的都表达完了啊，我回去干活去。哎，你这哪儿出的呀？挺好啊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调工作的事别提了，别真把自个儿当英雄，逮啥说啥，还得严格要求自己啊。给我吧。英雄那都是别人叫的，我以前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您调动那事儿，我该提还是得提。你提它管用吗？你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，说不说就是我的事儿。哎，师傅，您说这次我也算是亲身经历了一场爆炸事故啊。那场面，就连我跟老皮都能应付得了。你是我大师兄。那么心细的一个人啊，那么稳当的一个人，他怎么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呢？你们俩是跟消防队员一起处理事故的，主要功劳得归人家消防员。你们俩就是不怕牺牲，精神可嘉。真叫你们俩处理事故，哼，那结果说不上啥爷爷奶奶样的。你就不能表扬表扬孩子啊？不表扬都骄傲呢，一表扬那尾巴得成旗杆。你呀，你个晃悠，一定要保证别让四车间出事故，这就行了。你听着没有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我听着呢。你听着啥嘞？别让四车间出事故。于好。行，那个秦换水。什么？他们说木耳可以排毒，你回去把它发了。不行的话，我帮你做。我又给你加点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都成了英雄了，干嘛还天天缠这个脸呀？你别骂我行吗？可是我这就是给你买的呀。这小段儿啊，就算是个英雄，这遇上感情的事儿依然是个雏。你说这到处都是歪脖树，这小丁就干嘛非吊他脖子上寻死觅活的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也不能全怪于刚。你想想，这男人对女人，那肯定是大闺女看得比较重嘛。哎，现在于刚可是头顶着绿帽子搞对象结婚呢。就是。哎呀，真是王八好当，心难受啊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呐，走错哪步都有救，就这步不能迈错。叫我说，这小丁就不能在厂里搞对象，知根知底的都不能搞。我看呢，就到外边去找一个，搞他几个月，赶上大姨妈来的时候，跟那男的把事儿给办了，让他看见红，不就得了？哎，我觉得应该在公园里或者野地里，利利索索的，还没等啥有反过味来，已经完事儿了，过后再找不呗。屁孩骂谁呢？我自言自语。你还没发育呢，你懂个屁呀！别看你天天黏在小丁身边，正经事儿啊，你可帮不上他。行了，最后一桶了。文安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啊啊！我说你知道文安去哪儿了吗？是不是又找马小星去了？嗯，大王看见文安了没？没有。哎，于哥，快点！妹妹，干嘛去了？你师傅正找你呢。你干嘛去了？知不知道上班是不是盯班啊？我就是找小星姐问几道题，不就是几分钟吗？几分钟？我们都投完两罐料了，大不了下一罐料，你们都歇着，我自己投还不行吗？你说的啊，谢大王，你们都歇着去，让他自己投。逞能耐了你！
你想考大学，赶紧考走，我没人拦着你。师傅，我知道你心里边憋着火呢，就是因为小星姐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两句哪那么多废话？你要是觉得对不起人家，你就跟人家道个歉，能怎么样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有本事你就绷着，绷俩月，绷两年。 报呀！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换电线，停两天车。换电线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不是秦王平发话了吗？你得防患于未然。这个月超人奖金又没戏了。这一天到晚瞎折腾什么呀？干嘛呀这是？平哥。哎，怎么着了，平？我一劲儿喊你，你还一个劲儿往前提是吧？那你倒是喊大点声啊！ 没听见，怎么着？有事儿啊？跟你告个别，我叫大伙先去。哪儿？大化仙？那是部署企业，肯定是你爸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我是没脸再跟这儿待下去了。按说，我跟于刚刚成为哥们儿，我也挺舍不得你们的。嗨，谁让事故是由我们班组造成的呢？我又是代班，不就挨个处分吗？你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你少说两句能憋死。 这跟处分也没关系，关键是没出人命，这要是出人命，哥们现在就得在监狱里了。行，没事儿。最近清理现场，每天一进车间啊，我就浑身打颤，越想越后怕。最后等这报表一出来，哥们都傻了，120万。这么多？虽说我不是主要责任者吧，玉刚。 咱俩都不是混到底的人，对吧？哼，是，但是谁都想拔尖儿，谁都不服谁。得，找个没人认识哥们的地儿，重新做人去。哎，回头帮我跟小丁赔个不是。好好的啊，多保重。得，走了，等哥们儿都安置好了。 请哥几个吃饭，这话愿意听啊？走吧，玉刚，我服你。老皮，就按那天咱俩往里冲那劲儿活啊！他跟你一样，也是个混蛋大好人。 林儿，哎，刚你好消息啊！齐军向你赔不是了，刚才当着我们仨人面，诚挚的向你表示了歉意。你知道，他现在要调大化仙去了。该给我赔不是的人多了。正好你们都在，今天下班后我请客。有酒吗？有，想喝多少都管够，喝死你！ 丁儿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今儿十号，发薪水的日子。我去食堂买酒买菜，老地方，你们等着啊！你怎么没心没肺啊你？没看小丁脸色都不对啊，玉刚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不知道啊，你打我嘛呀？我还抽你呢，我。
关哥，你说患有结婚的份子怎么随啊？各随各的呗，看自己的心意。啊，喝呀喝呀喝呀喝！哎，走了。哎，快点，我喝酒啊！哎，干嘛？丁姐，你怎么了？严师傅要给他介绍对象。36岁，离婚带个孩子，怎么样？一个男人带个孩子，这回呀，我可是捡了大便宜了。哎，怎么不喝酒啊？我请你们客，就是让你们来给我道喜的。小玲，别闹。凭什么你能闹，我就不能闹啊？来，给你们都倒好了啊。谁要是不喝，谁就是看不起我。玉刚，喝。我不喝。你不喝，我喝。哎，师傅，你知道他今天这酒是为谁喝的？他为什么总处于这种忧郁的状态啊？你要负责的。今天我替他给你喝，咱们俩一个对一个，谁要是不喝，谁就是爬爬。哎，文，你是酒海行了吧？啊，今天能喝咱也不喝了，对不对？谁能喝谁也不能喝了啊！咱还得留着劲儿商量换婚礼的事儿呢，是不是？来，把酒喝，听话，走。哎，就喝，我就要跟他喝。文安。好弟弟。替姐姐拔创，姐一定给你娶回来个好姐夫，外带一个小外甥。姐是有福气的人，这有福气的人啊，什么都不用怕的。行了，丁，别说了，快点走走走，过来。浩宇哥，你别拽他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保护他。哎，文，谁也别拦我！文，别喝了。文，国安，你够意思，有种！今天我陪你喝。哎，你给我，约，快快，都给我闪开！文，你走。哎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你让我头一个。还玩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，我是越来越面了。就连文安这臭小子，现在都敢跟我叫板啊！你这不是面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长大了。那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比你现在冲多了。哎呦，就说的你，慢点，跟你岁数多大是吧？行，我叫你大爷行了吧？大爷，哎。我是说呀，你现在知道约束自己了，知道吗？变得有责任感了，所以你才不跟那个文安叫板呢。你用不着捧我啊，我不吃这套。哎，昨天我到厂办见到满小星了，他可瘦了一大圈。不是我劝你啊，有些事情呢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他都能解决，可你要是总也放不下呢，这包袱就变成了一座山，他永远压着你，压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哎，过来，还说没喝多，转什么转啊你？别转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你说的这个话吧，
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但是这话对我他不起作用。黄勇，你呀，你没事让小星多劝劝文安。文安现在就听他的。劝什么呀？啊？怎么劝呢？啊？这边。小丁儿，够艳哎！那是，这严主任给我介绍对象，我不得赏脸啊！走了。你慢点儿。哎，段永刚，段永刚，今天你当班，盯住了别脱岗啊！啊？啊啊！喜子，盯着点，我去给你拿点招聘手的。好。喂。别学仇艳，你看不起丁慧茹，你不爱她，可是我爱她。你整天张嘴闭嘴就是爱，爱是什么？你懂吗？你爱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。别念诗，说人能听懂的。能听懂的就是我要娶她，我不计较她的过去，我要用我的爱去抚慰她受过创伤的心灵。我告诉你，这里边有很多事你不知道，我也没法跟你解释。我就告诉你一句，你给我断了这个念头。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，我早就想跟你说这句话了。其他方面我可以服你，但是感情方面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教训我了。其实你哪方面都不用服我吧？我以前说照着这个照着那个，我不是要管谁，我就是不想看着外边人欺负咱们大家。你要是觉得我多余，我撤。其实咱两个也不是什么师徒，咱两个就是哥们儿。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过问我跟丁慧茹之间的事儿了，我自己能处理好。我车前喜报钻，不如去干店。我呢，是一个四级的电工，就我这个行的，走到哪个工厂里都是大拿。你们那个化工行业叫什么？叫操作工是吧？技术含量是差了点儿。那我高攀了呀？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这个男女在一块生活啊，男的就得比女的高一点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呢？操着操着家，忙活忙活，不也就找回来了吗？那我把家务活都干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得去应酬啊！啊，我朋友多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有一儿子特小，特淘气，你呢，得多操点心。你穿的还挺洋气的啊！啊，看出来了。我穿衣服是很讲究啊啊，穿衣戴帽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咱俩以后要是结了婚呢，这个穿衣服啊，得我教你。你教我？傻子才穿成你这样。不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野呢？你？我这不是逗你玩呢吗？你可真不禁逗哎。你们家几间房来着？一间呀，12平米，特敞亮那种。哦，哎，你刚才跟我说，说你们家老开舞会，对，一去就20-30人。对对对。那那么多人跳舞，男男女女的搂着，啊，磊磊出事儿，让警察抓走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是是是。你想啊，我呢要是嫁给你了，回头你让警察抓走，那我依靠谁去啊？是不是？
你看是这样啊，你看今天这个天呢也挺冷的是吧？我觉得咱们俩呢谈的也挺投机的，对吧？要不咱们就这样，现在就到我们家去，我早就把孩子送我妈家去了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人还真细心啊，真是个过日子的人。那是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那儿？对，你看，是这样，咱俩都是过来人，是不是？而且你的情况介绍人早就给我说清楚了，你放心，我一点都不介意你，真的。要不然咱俩今天晚上回家慢慢聊。啊？等到回家，你等得急吗？要不然就在这儿办了吧。反正我的底儿你也知道，我还真怕你这么好的男人给跑了呢。是这样，你看这儿呢，虽然是冷点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呢，我是觉得咱俩在这个地方，要不然就在这儿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破鞋，小寡妇。哎，我克夫你知不知道？你命可得硬点儿，要不然我可就把你给克死了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咱俩就在这办了，我真的不计较你。干什么你？你不计较我，我还计较你呢。不是，傻王八蛋，装什么装啊？跑出来占便宜，你这样，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，你信不信？送什么派出所去啊？啊？你还想勾引我？你就一破鞋，你瞧你那德行！你说什么呢你？什么德行？你就一破鞋，破鞋！我跟你讲，你就一破鞋。小丁儿，昨天对象看的怎么样？不合适。别太挑了，心气儿别那么高。是啊，我是得认了，像我这样的，还想找什么好人呢？过两天我就跟他登记去，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？萍姐，你可不能自暴自弃啊！你不会被别人打倒的，能打倒你的，只能是你自己。你别烦我。萍姐，我爱你。我可以当着任何人的面说这句话。你要是觉得这里的人歧视你，那好，我们俩就一块辞职，我带你去浪迹天涯。行了吧你，你连自己还没照顾好呢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个母的？你是个中专生，你不可以说这么粗俗的话。中专生有什么用？关了灯上了床，男人在乎的是你是不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这你懂吗？你就是个小屁孩，懂什么呀？等你长成男人了，你就该后悔骂娘了。丁，说什么呢？不好听啊。晃悠，你知道吗？我见的那个男的，是被他老婆戴了绿帽子给甩了的。就那么个小男人，还在我面前装，你都不知道。他看我的眼神儿，就好像是看百货店里的床上用品一样。
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小丁，他住哪儿啊？啊，我现在找他去。别闹，我拿锅我毁了他，我毁这种人不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吗？你就那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就不在乎我对你的感情吗？我是个男人，我不是你说的什么小屁孩儿，我有思想，我有成熟的思想，我可以照顾你的。段宇刚，你师父给我介绍对象，你特别高兴吧？丁，这事儿我实在是说不上话。文安，你是铁了心要保护我？嗯。好，跟我来。我喜欢你，我把你当做我的弟弟看，可你不愿意这样，你偏要装男人，那你就别后悔。我现在就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，这样行吗？啊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婷婷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男人跟女人就是这样，不是你背的那些诗歌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懂不懂？可咱们是人，怎么不是动物呀？哎呀，脱，赶紧脱，不用我教你吧，脱呀！文安呢？我去看看。要出事，最后扯来扯去还得扯到玉刚身上，秦光明又该借题发挥了。我去找马小星。你找他干嘛啊？只有他能劝文安。行了，你放开我！松手！松手！干什么？文安，你这是至于吗？文安，喂。文文，你至于吗你啊？文，你疯了吗？我就是用这只手打的他，我就是用这只手打的他，你放开我！你看，他就拿这玩意儿自残的，往上炸。你俩走，别在这儿哭。你想干什么呀，文？我不是你和刘德峰，他也不是马斯洛娃，我们俩不可能演一幅我的故事。文，这只手。我应该把这只手剁掉，你放开我！滚！冷静点！你放开我！冷静点！你们放开我！把他按住！放开我！本来我们是不想让你跟文安碰面的，所以我才把王小青请来，让他劝劝文安吗？请来能人就让能人劝呗。可现在这文安突然跟发了狠似的，谁的话也不听啊！丁儿，这解铃还需系铃人。
这扣还得你来解，然后我们再慢慢劝他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不哄他，哄不起他。人文安没有怪你，他就是怪自己打了你。你就跟他说一声，你不计较了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我为什么不计较？我为什么就不能计较？晃悠，你们对朋友是一碗水端平的吗？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儿，回到你们中间，不说得不到安慰吧，我还得哄这个哄那个。而且我已经哄过他了，不信你去问问他，我是怎么哄他的，还让我怎么哄他？丁儿，刚才你们俩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文安，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冲动了呢？我从来没有打过人，从来没有。可没想到，第一次打的竟然是丁姐，不可原谅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伤害你自己啊！你可以向你丁姐去道个歉，不就行了吗？这只手，我这只手应该被剁掉。哎，别瞎想了。何兄弟，照顾点文安。把小星给找来了，不是我找的，他自个儿来的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别以为我没听到啊，我不该来是吧？啊！哎呀，这回可完蛋了！你说是小丁，把这文安叫到根据地啊，非要跟文安整那事儿，结果挨了文安一大嘴巴。这文安真是疯了！办什么事啊？啊？哦，就是那个床上的事儿。啊，小丁说了，当时也是气懵了，一多半吓唬文安来着。这事儿必须得说开了。小星，你今天能来，谢谢你啊，说明你没忘了大伙。我谁都没有忘，只怕。有人忘了我。不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先把你们俩的事儿先放一放啊？哎，坐，坐小珍去。啊。你不忍心看着文安真的出事儿吧？拿自残吓唬我是吧？不是吓唬，他已经自残一次了。你就去劝他两句，怎么了？段宇刚，我说过我不再问你的事儿，你也没必要管我的事儿。慧茹。慧茹，你就过去行吗？文安他善良脆弱，他现在这个年纪正是迷茫时期，需要有人指引。他跟我说过，你轻轻抚摸他的脑门，说他像马克思郭沫若，除了家人以外，他这是第一次和女人有肌肤之亲。那算什么肌肤之亲呀？他真是个孩子。小玲。我们都明白，你一直是把文安当弟弟看，但是，他这脑子里边全都是书里边那些玩意儿，想法跟咱们都不是一路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也不能刺激他，是不是？咱大伙儿都团伙着，先帮他把这股劲儿过去，行不行？我从来就没想刺激过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的邪火都是冲我来的，咱俩的过节回头再解决，好不好？你明白就好，段宇刚，我恨你。